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们现在呢在这里为大家现场直播2011年金立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3轮的一盘主将之战。那么今天来给我们做讲解的呢是华一刚八段。华老师您好。你好。嗯，那么咱们这次围甲联赛的第二个循环现在重开了。对，没错，这个呢是在江西萍乡进行的分站赛的第二盘。对，他们进行了分站赛。那么9月4号呢已经进行了等于是总的来说的联赛的第12盘。嗯，没错，也就是下一个循环的第一盘。嗯，是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第二盘棋。第二盘棋我们今天介绍的呢两位出场的选手呢，一位呢是韩国的大名鼎鼎的崔德汉。嗯，是的，他是西安曲江队的外援。对，也是作为主将出战的外援。对，非常强大的一名外援吧。对，很强大。因为这个西安曲江队呢他现在已经排名呢倒数第三。那就是陷于保级圈了，已经对比较危险了看起来。对，陷入保级圈。所以他每一盘棋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对，他上一盘棋呢好像是赢了平梅。哦，赢了平梅。那么平梅呢变成只有八分。对，那么他变成有14分了。哦，你想要是那盘棋他要是输，他就本来12分就不动。那么平梅呢就变成10分了。没错。就是这个分数就不一样。对，那么他的对手呢这个范廷钰。这范廷钰啊，我先向各位棋友如实的说明一下啊。这个范廷钰啊，出生地是上海。哦，照理呢出生地跟我是一样。对，应该说他是上海人。哎，应该说是上海人。但是呢这个范廷钰呢由于这个辈分啊差得过远。他今年才15岁。才15岁。所以我跟他呢肯定是没有面对面的见过面。那您知道他是哪个小棋手您知道吗？我就见到这个人，您见到他我也对不上号。我只是听说呢他长得好像相对矮小。哦，是这样子。相对矮小。但是呢我呢对他的棋呢我已经领教过了。哦，那他就是在上一个循环的时候，上一个这个联赛的这个循环的时候，他也对崔泽汉。哦，是这样。那盘棋呢他白棋，杀的那个崔泽汉呢没处躲藏啊。那盘棋非常精彩，就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哦，太厉害了。反正最后呢这个牢牢地掌控着这个大局。那么所以呢也挺逗啊，因为咱们今天讲棋呢本身就是棋是选的。对，是的。在这个棋圣的这个道场网站上面呢就是把这一盘棋列出来，同时把古力和丁伟的这个主将也列在上面。就是列了这两个。那么跟我们所选的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一致。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范廷钰跟崔泽汉两位呢他们会战斗成什么样子。好的，这盘棋呢是由范廷钰执黑先行。范廷钰在前12轮可以说是他的胜率不是说高居榜首，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含金量肯定是最高的，到现在为止他9胜3负。而且全部作为主将，这个太可怕了，简直是很厉害。他以低中国流开局，白棋应了一个小飞。这个小飞好像是古力比较喜欢用的，看。古力各种棋都用，他也挂也走这个，也走那个是吧？都有。因为我有这个体会，就是说你下到古力这样的档次，如果你每盘棋都不变化，那么呢很快的人家都在拿你作为靶子。对，所以你棋也很难下，就是说对你这个下法他会很深入的研究。那么你接下来会觉得越来越吃力。没错，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棋呢就是说他已经觉得就是对你下边的这个开拆啊本身已经起到限制作用了。对，
他就这么小飞一下。那黑棋以后如果再往这一带拆过来，就觉得对着人家这个小飞，而且拆过来你自己也太近啊，你很可能只敢走在这里，保持一个留着大飞的这么一个余地。是，但走到这里的话，他真打路，你自己也很薄，也很接近他。没错，黑棋挂角这个，这张棋稍微少见一点。嗯，照比较多的话呢，可能还是从外边挂。哦，或者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流行呢，嗯，照我想，其实也是一种下棋的心情啊。嗯、啊，你会小飞，你以为我不会小飞啊？这也相当好。确实，我前两天刚在网上下棋，人家下的这个黑棋就是小飞了、嗯、对，就是小飞的。哎，嗯，这小飞呢最关键是瞄着马上要走这个，你这里就很急啊。对，是的，对不对？嗯，所以走这个，然后这一头我就看你猜，你这一猜这个我马上就挂你，这个上边呢就是显得更加结实了。嗯，是，就是比直接走这个好得多，因为走这个人家要挂进来。对，这样中国流就很明显被打散了。对，被打散，所以他这个小飞我估计也是一个有利的下法。现在范廷钰的这个下法呢，我估计啊，他是想呢，哎，我把你棋啊打散。对，是的。我也不让你来这个拼命跟我搞冒险的这种战斗，先打散，挂。黑棋从里边挂的，现在。嗯。白棋小飞。哎，他也飞尖角。黑棋飞。靠，这已经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常规的下法。嗯，这也没什么特别好多讲的，因为肯定白棋不能下成这样，说尖了让人家拆二呢。哎，这个是已经有定论、嗯、这个棋如果能下成这样呢，嗯，黑棋差不多可以说是什么时候都签字啊、哦、都表示同意。对、嗯、所以说呢，白棋一定要想办法从这边过来。嗯，现在实战是靠了这个。嗯，他上班去上班，现在这个变化下的非常多。这招接是比较晚的变化。嗯，对，嗯，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的吧。嗯，是，以前经常是压嘛，对吧、啊、以前有压有力。 哎、啊、都有。现在他直接接上了单粘。单粘呢，最初的时候呢肯定是认为呢这个形状被白棋一尖呢、啊、嗯，就像实战这么一尖，他马上脚上还要扳你。对，显得不好。是，然后这一带呢也不知怎么下，但是现在呢，比较差不多定型了，他就是照实战这么压过来。嗯，然后白棋跳。据说是你如果这时候二路搬，如果白棋搬这个是吧、嗯、如果搬这个的话呢，他、嗯、是不要了，就搬这个。嗯，如果说白棋吃掉他就立下去，你走呢、这个、算接上。哎，他就算补上、嗯、防你断。对，这脚上以后有一点，脚上棋基本上没有什么棋吧，可能是有点官子那种便宜，有点官子便宜、嗯、但是呢总体来说呢，白的呢基本上它也算达到目的了。对，但是现在的棋啊好像认为黑棋这个样子可以满意。嗯，对，黑棋外面比较厚实。嗯嗯，转到外面比较宽广，尤其是这个形状，它如果下白棋的话、嗯、可能啊觉得呢，因为反过来这个棋啊，如果要下天目的话，如果白棋占了这个外棋，就黑白子换一下，哎，可能黑棋更不愿意、嗯、哦，就吃那一个子还觉得挺吃亏的，还不够。嗯，因为这个时候你搬的时候呢，你顶是不能再顶了，你再顶它可就跳了。嗯，那就不一样了。哎，如果说再挖针，因为你连走这个都走不着，你走这个有可能遭到他接上。对，那现在黑棋就马上要补这个断点了，这个断点要补受不了、嗯、这可了不得。对，那么照通常的话呢，我们理解这个地方是搬不着的。嗯，他不让你搬。对，就是说白棋搬的时候他一定是转到外面去了。对，他要想办法。嗯，黑棋多半是转到这边去下成这样、嗯嗯、对，没错，然后把这个争掉。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嗯，顶死。对，也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嗯、那么现在呢他特别还争执有力。嗯，那白棋谈不上有什么理想。是，嗯，好，我们呢来看呢，这个压了之后呢，白棋也是跳，他一挖，黑棋挖，嗯，打吃，嗯，粘上，嗯，白棋贴起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已经
所谓就是定式化的下法，是、嗯、已经差不多定型了，非常常见。那黑棋实战呢，没有直接在这里打了，哎，先逼这个，他要求你挡住。嗯，如果说挡的话，再这样下，挡那交换着一下，那肯定是好的。嗯，对，打吃力，他可能还真是准备这么下。嗯，他如果白棋还是照着后来这个样子，他如果吃在这里呢，那么这招棋跟他挡交换呢，黑棋的巨大的成功。没错，先走着一下总好的。嗯，那么这个棋你如果顽抗，打顽抗呢，由于有这个子呢，关系的是也有点两样，他也可能真要藏出来，让你度过，他再作战。很可能会形成这种战斗。他有了这个子之后呢，这地方倒是可以加过了。对，随时一度就度过了。对，尽管如此呢，也不能说就一定好，所以他可能还要跟你作战。没错。嗯。对，这也是一种下法吧。也是个下法。我们来看这个崔振汉呢，有可能啊，他意识到呢，你也许他准备，他觉得你有备而来。是的。那么所以呢，他呢也玩了一个新的新鲜的，他一看你不是想两边张开嘛，我就先把宽的一面先打进去，先挂进去。这个时候走呢被他点三三呢有点疼，不舒服，不愿意。对，所以他普通还是要坚定。跳。下一手这个崔振汉呢又是很有个性的这个一手，他是拆三拦住，逼住他。哎，拆三拦住呢，很明显了，这个打路呢是明显放在这里边的，对，他就觉得就要求这个变。嗯，如果说稳当一点的话呢，当然是走这个拆二，那么他可能觉得形状反而不舒服。嗯，他觉得这里就应该拆三逼住他，觉得拆紧啊，有压力。哎，对，压力，而且将来什么有什么拖过了什么情况都不一样，都有关系，他一定要走在这里。嗯，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诱使你啊，你拖不了先，你必须得走，你不走的话，甚至于我就算这个能够立倒，那把这个能够补上的话呢，也是一个很爽的事情。所以他要拆三，那么他就不干了，打入。黑棋打入。小范把他打入，他压住，盖住。普通他是顶了扳过嘛，他就借牢。对。你反正都跑下边去了。他现在立下去。单立这个。这个白棋呢，如果想立显然不可以，要被他搬出来的。是的。搬了之后他盖住，你就算渡过，他从这个缝里又打出来，白的可能不成立，他只能退。但黑棋从底下搬过，这搬过呢，看上去呢，粗粗的看上去呢，等于是直接把脚给搬了。对，这个脚很大呀，看着好像看上去非常大。嗯。但是崔振汉呢认为呢，也可接受，没关系。他觉得他最主要的得力的点呢，是这招棋一走了之后，他基本上通了。他也不是想吃住他了，正如后来这个要吃住这个子还早呢。他无所谓，他觉得通了，他愿意。对，那么这头呢，你换棋必须要走了，还欠一手棋呢，黑棋这儿。黑的再被他扳接不得了。对。只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呢？这个小球呢，就是不清楚的是，这个时候如果强行非要扳，这个一点呢，我还真的不知道。那样就会导致一场乱战。就是可能是战斗更加混乱了。没错。我估计黑棋肯定也不会顶这个吧。不清楚啊。啊、哦。你如果讲，但是问题是你假如这个跳，那么我就认吃下来，我补了脚还拖得这么大的实力，这个地方就看着你怎么办。那么也是一招很有意思的棋。对。就是如果再顶住的话呢，这棋下法就又不一样了。对吧？对。我在想，甚至有没有可能还接牢？啊，那肯搬了多半要接上。哎，接着，你假如爬进去，我就再接，那就完全不同了。那就是完全变成另外一盘棋了。是的。好，那我们就现在崔振汉呢一想呢，他觉得他小尖在外面，他觉得尖呢可能觉得还行。那么于是这头呢又还原成最初的
一种算是一种定式的进行吧。定式下法，这个一路立是，对，好手。对，这个情况下一定要立，如果你单打肯定不行，人家提掉你一长他管，先活了。对，然后你外面这两个子还吃不掉，对，那你就比较麻烦了。差不多崩溃了。嗯，对。所以这个棋他一定要立下去，这个是这地方的基本功。嗯，白棋虎柱也是个好手。这个棋啊，比街上好，是吧？不要怕他再打了，打很危险，他有打劫啊。嗯，所以这个棋呢，当然是放在虎口的地方比较好。因为黑棋这个劫呢是白棋比较轻的，太重了。对，黑棋太重了，这黑棋被拔了受不了。嗯，那因为现在这个场合下，他就断了吃掉你也受不了。嗯，是的，所以这个劫，无论如何不能随便开。嗯，多半都是吃回去的，黑棋打掉，定式都是这样，所以以后就，这个地方的定型就可以把它看成这样，是打吃提掉的。嗯，那么这个子呢，明显比搁在这儿要强一点。嗯，是这样。现在白的呢，现在开始呢，他就算把这个地方啊都走好了，嗯，速度很快，马上移到这个地方。这个已经人家边上特别有一个子了，再走这个，差不多没还价，就是该赔。对，跳一个，拆回去。哎，他速度其实也蛮快。嗯。他就算形成了啊，他算两翼张开了。对，是的。嗯。嗯。华老师，您看现在？嗯。总体来说，这个。这基本上是个均衡的布局。还比较平衡，是吧？因为白棋这一带啊。嗯，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一个子、两个子、三个子、四个子，这地方一个子是起码多一点，嗯，有五个子多，对，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是的，然后这个地方你有几子呢？就是一二三四五，这个地方当然也不止，嗯，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呢，这个地方好像要比白的这个似乎好一点，嗯。而且最关键是什么？黑棋啊，站着两个角。嗯。但是呢，黑棋呢，最关键的是你就要贴墨，要贴那么多。对。对吧？嗯。然后作为白的来说呢，他先啊，表面上这个地方呢空的很不明显，但是呢，他呢，他就表示你想拿也拿不住。嗯，这地方黑棋不太好动。对，也不太好动，我也不怕你动。对。我两边呢也都是活的。对，嗯，所以现在就开始要抢占大的地方。嗯，看黑棋如何清消白棋的势力啊。作为黑棋来说呢，现在消它呢，好像也是时机，因为你跟它对围啊，好像有点微，好像不大合适，因为它这地方对围啊，它也是立体的。对，黑棋是扁的，就这么一条边，两边都已经被限制住了。嗯，好，所以它先要掉在这儿。它进来。嗯、这地方呢有点棋经上的这话啊，入界一环，它不能打得太深了，很和缓的打进来了、嗯、是看白的，白一手这个的时候呢，白的一看呢，他自己觉得打进来也是好时机，可能在这儿呢他也不愿意这样去硬一个，他觉得被人家便宜了。嗯，如果你要攻击他呢，嗯，你说这种张牙舞爪的好像太过分了、嗯、看起来这个不大合适。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走，先把黑棋的也打掉。嗯，他也打掉。嗯，最关键是什么呢？你要不走呢，他这个点还是蛮凶的，点进去。对、嗯、马上要冲断他了。对，如果他不粘的话，因为这个挤还先生，你等于是只有接牢。嗯，那么他有两个下法，最狠的拼命要想捞空的话，就干脆爬进去。嗯，走完扳机子还能飞在这儿。对，空还是捞的很多很多、嗯、是的，所以这个点呢他是必须要防的。嗯，崔振汉的下一手呢下的也是不错，他立刻来断一下。嗯，先试一下黑棋硬手。嗯，看看你硬在哪一边。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这段呢时机非常巧妙、嗯、是当你如果打这个的话，由于他打了接牢是先手，而且你这一头不方便了，嗯，你拖起来拖不容易拖了，知道吧？对，那边就差很多，差的很多，所以一般来说你是不愿意的。嗯，黑棋总是想反击哈，在这儿。哎，你反击呢，我呢也随其自然，跳，我就防你冲出来。对，这个再长你受不了，你还是要黑棋要补回去。那么他多了这个子后呢，就向这个子呢送去了一定的声援。对，就反过来就黑棋再吃也变小了、嗯、也设置障碍了。对，更不要说他很容易跳出来了。嗯，
四十六、四十七，好，又往这儿打入了。他还先来打入你，很有意思。嗯，就像这个单关了之后，哎、这个飞柱、旁边被人家逼住，这个一打入呢，就很容易活棋在这一带。这个就是个弱点。对，是的。嗯。所以因为现在这个子呢，白棋自己跑也没什么意思，他索性先把这个空打掉，看你怎么吃那个子。没错。嗯，这是他的。他觉得这边的空啊是大的，然后他呢打进去，打这个，这个呢也是很好的一招棋，嗯，因为他特别是有了生源了，没错，你要再不走啊，他要脱脚了什么之类的东西，他是以牢牢的立下去，扎定，住，嗯，好，走了这个之后呢，他觉得这头啊不宜一直不下，毕竟人家跳出来厉害，对，他把它封住。先小尖尖住，嗯，哎，这个白棋下的很有意思，他又脱先了，嗯，又脱先，在这儿，他觉得你这个挂完之后跟他扎住交换了一下，那么我再这样把你大吃吃掉，嗯，这个目数就很可观了。这地方挺体现他的这个棋风的啊，是的。当走这个的时候呢，范廷钰呢往这里来了一下，他觉得没有别的用处了吧？嗯，就弃掉算了。我以为呢，他打住，以为总是这样，以为总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呢看起来啊。可能他崔泽汉有崔泽汉的大局观，是他可能觉得啊，由于这个两个子这么一来可能掉下来之后呢、你别来影响我这个两个子，对，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嗯，所以呢他这个棋呢下的呢他决定还是守这个，嗯，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强弱的观念，他宁可让你这里边跑，对，看上去这个挺大的，他不走。嗯，那么作为黑的来说呢，当然要连回去。那肯定是这样连。嗯，这连回去，而且是有相当价值的。走完这个之后呢，他又在飞。嗯，飞起来。哎，他觉得这样总攻啊，可能棋主动。嗯，这头呢，你已经没什么棋了。嗯，对吧？这头呢，我不久随着这个进攻呢，我还可以打入你。对，他这个很体现他的个性。他大约是这么想的。是的。他刺一 下，他觉得这里没什么用了，他准备飞，嗯，他也平刺一下，黑棋接上，接上，下一手崔泽汉又是，他认识到你要飞，知道吧？对，大家看一下这个飞，这个飞了之后啊，其实白的也有很不爽的因素，就是在这儿。穿他一下、不是不给你演，是不给你演，这里呢白棋不能乱动，他不能这样去冲断，冲了我挡了断了，上面被冲垮了，这个上面被一冲没法硬了、你这两个子断在外面了，所以照正常的话你得走这个，那走在这如果能走成这样的时候呢，黑棋呢从棋的道理上来说再走在这儿小尖，哦，这是围棋的调子这个棋你要不走啊，你如果单尖他还有这个可能跳在那儿，现在我先来这一下，如果你走这个的话我再尖啊，你欲哭无泪了，你没有这个棋了、你这次让我接上像什么呀，对，接上然后这头眼也没好，这头脚也没补好，外边的眼也没做好，全完了，我只许你冲我打你断，这我许的，但是脚上就脚上目数损了一大堆了，损了一大堆，留着这个机会、嗯、所以这个飞呢如果能够飞在这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点，跟大家强调一下、所以他飞要在这儿，这个有点狠，他挺狠的、这个地方冲断我，现在就是说你根本就冲不断我、你要敢冲断我，我就挡住，他就挡住，你断了我就接上，对，不能这样争吃，我争吃我要挤了跑出来了，挤了一起藏出来、全跑出来了，从这个里边断情况相同他就暴吃，嗯，对，再断又挤掉了一样的，这招棋呢肯定是崔泽汉一流的这个好手，强手、非常强，所以他冲、然后呢这个范廷钰呢就开始靠这个，哎，靠在这里玩一些就是他的一流的小花样了、他断在这儿，对，实际上来说呢走这个呢他准备就要走这个，他就团打一下，然后一个要提一个要断你这种毛病，对对，其实他就是这么想的，嗯，所以他这套棋呢也够苦心的，嗯，是崔泽汉呢
看清楚你的目的，粘上，就粘上。这个地方下的很精彩，嗯，非常狠啊，下的。嗯，你在拐出来的时候，他接牢了。嗯，就作为黑棋来说，他很不想拐这一下。嗯，但是现在真是被逼无奈，没有办法，他必须得拐了。嗯，不拐都连不上。然后呢，他又走这个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崔泽汉一流的这下法，还从这个缝里边给打出来。嗯，他就要求你从这个让我拔掉，这是我是愿意的。对，他从这个缝里边打，这很凶啊。然后你被迫走这个，这一带啊，嗯，应该说崔泽汉下的很漂亮。是的。那么黑棋呢，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获得一种整形。嗯。这棋现在白棋啊，他没有损失什么，大家看到了吧？嗯。他该连的都连上，然后这一头你还是不活。而且在这一带，白棋还有一些先手。你说他飞一个，你硬不硬啊？你不硬，他都这样被他贴住。他肯定要需要理。嗯。一理了之后呢？他关键他还要出动，还要把这个豁出来。是的，这黑棋跑得很难受。嗯，一根单关连回去，加一下。嗯，这是他的权利。嗯，扳住。他总是要扳住。然后呢，他从这个地方点一下，你挡住，挡住之后呢，扳。这很讨厌。这吓得让人难受坏了。这个。嗯。这个现在如果说你咱们不说计较，不计较这个形状，就鱼形三角断上去。嗯。但是问题是这样一来的话，嗯，上面是不是就这样打他一下？他如果走的最最最最俗的话，啊，我就俗一点。我就最俗，我就走这个。冲一个。我就算拐住，嗯，你也没棋下。对。他也活得挺好，嗯，也可能呢，这个棋呢有没有，就是说。从别的地方来一起跟你战斗呢，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地方，嗯，可能万一黑棋啊也急了，嗯，你要比如说走这个，我倒觉得不一定敢走，稍微有点，嗯，万一他能活，嗯，这个地方也说不清，嗯，对吧？对，但是问题是他本身他就不死，关键是，所以他决定还是先藏。对。一般来说这种棋形都是比较忌讳的，嗯，就随便，嗯，不能随便下这个弯三角。然后他呢决定就做活，嗯，退，这个你显然要补，马上要断。好，接着他再搬。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强吃我这个呢是可以吃的，你走这个搬下来，哎，我就接牢，给你吃我的机会。对，但是这个冲出来的时候，这个一冲了之后连挡都挡不住了，挡了已经被断死了。那你只能退，我再吃掉你。那这个脚太大了，这吃下来20目。嗯，所以呢这个图呢，下围棋呢不能够光想着过瘾要吃。是，所以当他走这个的时候，黑的决定是接牢，接在上面。嗯，接在上边，嗯，他从什么地方走掉啊？他把它藏掉，这个他觉得没用了。接上，嗯，白棋虎，他把他这个断掉，嗯，长。那么这个图呢，总体来说，从这一代的下的战斗之后呢，黑棋啊，空都被他绝光了。对，就这一代所有的空都已经没有了，全部没了。就变成底下白棋有几目棋，但是黑棋能数得出来的只是吃住了这一个子，嗯，其他的目都看不到，这个子你还没吃掉呢。这个子呢也起到了一个先手便宜的作用，是，对吧？你假设本来是走这个，你再走这个，嗯，它不会走在这里，肯定差那边把你盖住，哎，吃掉。这个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嗯，好，下成这样之后呢，黑棋需要需要奋斗了，它这个空有问题了，嗯，现在它要拼空拼出来。这崔振汉的棋啊是很强硬，他照样还不给你空。嗯，目数一定要珍珠，他觉得。实际上呢，你走这个呢，我觉得一手棋简单的是可以拖过的。嗯。拖过呢，他可能心里边不爽。啊。拖过之后，他就更轻了，他的下法很多。对。对吧？他不可能说以后再。嗯，他先顶，可能如果说人家飞在上面，那他搬过了。对了。但是他单拖过以后再顶，那人家不会飞在这儿了。对了，肯定下法就不同去了。其实就是这个区别。嗯。其实要是形势稍微好一点的话，很可能就拖过了。对。拖过，因为你也没什么呀。就你这时候再走这个，倒反而有可能他处出来。嗯，是的。所以你走这个呢，他就藏一个，嗯，顶住，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对吧？
就是说明他呢已经开始求变。嗯，你越求变呢，崔泽汉很凶，不给你变，还要黑棋跳出来。嗯，他在顺带飞，飞走，然后贴，翻你头，这非常强硬，真的是。嗯，关键还要连扳。啊。很厉害，这有点难以想象。想象哈，这里居然还要连扳过去。你冲他就退，退。哎，你总要补啊，虎上。现在黑棋没有空去出白棋的毛病，自己还得先连回去。虎上，他就打你一下。打吃。哎，你接牢，他就虎上。嗯。那么这一头的这个形状呢？他觉得自己的形状很好。嗯。现在的问题啊，就是说。就是说，也就是看看，就是说这个黑棋啊，如果这一带如果不走，比如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要杀他脚？哎，要杀他脚？杀他脚不是很容易。有一点点这个可能性吧，总有点这味道。其实当然不容易了。对。但是呢，根据后来实战的下法，嗯，我们体会到。范廷玉怕的是什么呢？他一看，他是一走这个，好像没连上。对，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挖断。你会发现，你贴住了之后，只要这里白棋有一个子。对了。这里有一个子对，或者是这里有一个子之类的，这立刻挖断你了。上面你是断不开它的。他有可能呢，这样藏一下挡住，他也可能啊先挡这个。对。问你还敢不敢动？嗯。再不敢动了呢，这个地方补也不好补了，是补起来也很难受，所以他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是打在这儿。嗯，那么对于崔泽汉来说呢，你既然不敢走那个，那么也算是我的成功了，于是我就兼补在这儿，补活算了。哎，这个补活形状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满，对，对吧？棋撑满了啊，比较舒服。那么这一头让你藏呢，他觉得也算了，没关系。这头一藏啊，他又在补这个的当中，同时又削了你。嗯，状态他很好。对，是吧？总体来看，白棋下的比较舒畅。嗯，比较舒畅的。嗯，黑棋下的不太舒服。啊，那一带目数都被破光了。尖，这个尖不能忘记。这个，这个尖不能忘记。如果是黑棋把这招棋也忘了，作为白的来说。他自己要是下棋，我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尖这个小尖。嗯，他这个一尖中间强化的多得多了，他还瞄着跳过呢。注意啊，就刚才黑棋华老师说的这个跳现在不成立了，已经没了。人家一冲你挡住，我就尖在上面就行了。对了，嗯，所以白棋自己走起来呢也是应该尖的。对，所以黑棋肯定把它尖掉比较好。现在尖掉，黑棋尖掉了，他挡住了，挡住。嗯，这招棋能尖掉还是不错的，跳进去。他不爬了，他跳进去呢，能够多跳一点。对，因为爬他就扳住，他的眼位又多一路。是，冲了挡住。白棋冲，挡住。现在黑的呢，下法应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点放，也应该能点了。对，这里黑棋比较厚实了，应该算是。跳出，一方面自己求联络，一方面把你给断开。嗯，看人家是怎么应付，人家点你的时候，对，白棋是怎么应对？他跳在那儿，他冲，这个他认为是你的权利，他要挡住，挡住，然后飞，这个，他当然要连回去啊。嗯，你不连回去不行啊，不连回去被人家一照要照死了。哎，你要被照死不行。对。看白的走在哪儿了呢？白的在这儿靠一个啊，他还要靠住。嗯，他就要认为把自己的这个眼呢、啊、做得舒服点。对，这个地方白棋自己稍微有点薄弱。嗯，就比如说这种点啊之类的。嗯，就稍微有点担心他靠住之后呢。嗯，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他一看你呢，你什么你都不补，对不对？嗯，那黑的没办法，他就不让你过了，干脆不让你度过了。那么这个他要补上。嗯，这个很明显他得补。于是我们来看看他
他能不能够有什么好的下法呢？一路扳他是？他是单扳的，在这儿、挡住。接着再点你，那下的挺绝的啊。对。看上去直觉呢，不像是特别有什么，特别有什么棋的样子。比较像双活这里面。打住你。对。他就脚上扑，就直接立。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棋你什么作为都不作为就接牢，它是什么样子呢？白棋拱在这儿，白棋一顶已经就活了。对，这里面可以说是双活，因为它这个团先手，你冲了就打下去，我就团在外面就行了。可以说是什么棋也没有、没有用。正常的话它是完全是活棋，所以当它一立的时候呢，它干脆就不要了，直接杵在那儿。三十五，三十六，提掉，提劫。这白棋下的很简明，这里终于不在。他因为被你一冲啊，他的眼位就受影响，他干脆就贴住。贴这个。这样呢，贴住的话呢，我也不需要跟你打劫，我直接叫死你。你就接不归，所以你当然要提掉。提这个。然后再一吃。等一下，没有，他还先尝一下。这招棋尝啊，其实他是稳当，他怕你这种地方瞎搬。对。乱搬了什么东西，他那个地方来不及，他怕来不及，所以他先来一下，他宁肯弃掉算了，他就想把棋走后。他考验一下黑棋，看你挡哪边。这个棋总是，不是再走别的主要也没用。他挡这边的话，白棋有可能先手走一下。先手活了。对，如果先手能走到这一下的话，他就不需要再补棋了。真的是、他这个先手，这个先手，然后再做一个眼。已经活了，你再走这个的话，他不理你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有走这个。那么他就吃掉，左上角吃掉。现在崔泽汉，现在崔泽汉的这个下法呢，是一个能看得出来赢棋的下法，安全应战啊，在这里。他下的非常的已经很谨慎了，比较保守。补上。刺一个。刺，那通通接牢。通通接牢。黑棋中间翻打吃，翻出来，翻打长，这个它是要长的，四十八，然后扳啊，四十九，这时候他要扳你一下，因为他要不然遭到他扳走打吃，形状全后了，他要扳你断，现在他断很稳健，扭断上去，然后呢，这当然要吃嘛，对。稳当，打吃，提掉，提掉之后，他一看，这个是先手。其实他这个地方基本上他觉得已经连上了，其实。没错，连得很安全了。这里有个断。这里可以粘。他把这个走掉。你这个总不能让他虎了，你要记住。于是他把它简单的定型，这个也接上。159，160呢？他是下的，拐回来，他拐回，现在全盘最大的地方了。他把这个子也给连回来了，一连回来，注意啊，这头有这种东西了。要跳，又来了，要跳你了。所以他也需要补，他看看他怎么补的呢？黑棋在这儿先刺一下，尖刺他打掉。补上，这个形状啊，很明显是一个很，活得很干净的形状。这里也有眼，这里也有眼，他再贴一下，要打你，我总是好的，是吧？他长，不给，接紧，接束，他先拐你，这得注意了。还要灭白棋的眼，对，你要被他灭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一尖的时候呢，这个一走一挖局部就是打劫了，所以他接牢，连回去，他也只有连接，再冲，把黑棋的眼都灭掉了，团上是先手，这个一冲就不行了，所以他的接紧，
接紧之后呢，现在是轮白的下，白的现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眼，这个地方呢它的眼跑到这儿来了。对，只要它能团到这一下就已经两只眼了。嗯，看得很清楚。崔振汉一看呢，还能捞关子，因为你能突破呀。这个鸡袜蛋他觉得不怕，袜蛋他要这个虎先生。哎，他虎先生没关系。76。嗯，哇，好吃。他一看这受不了，不能允许你，他来这个。就是说，普通正常收官的话，黑棋肯定是不够了。嗯，不够，这里不够空的时候，他于是在这儿。嗯，急打一个。急打。现在白的注意啊，他被黑棋眼位整个都追着呢啊。对，这是要当心的，不能随便掉以轻心。他可以稍微损一点，但是呢，是一般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下，那他可以损这个。对，你接上。其实这里呢，你要真要说什么的也没什么，提我就挡住，走我就接牢，走我就棋是没棋，气肯定不够。嗯，其实也不怕，但是呢，这种棋呢，随意的走这个让人家接上啊，之后再脱先呢，一般来说小球啊，这不叫棋。对不对？在职业高段棋手的眼里，他们的像这种招法是不能随便拿出来的。对了，这到真的是性命攸关的时候才能使出这个。就是当走这个的时候，对方就该认输了，差不多这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走这个。或者说你不下这个，你就不行了，你输了，那你就对了，那就拼吧。那么现在这块白棋呢，注意我们看他的眼位啊，这头就算他其实是先手冲的，好像是后手冲的。冲的他不理你，你他都吃不死他。我觉得对他冲这个，他就虎着二就行了，也就能活。嗯，而这块棋呢，注意看啊，这个地方的眼呢是非常铁的，这是因为你一冲，这个眼肯定是铁的，所以当他这个眼只要做出第二个来呢，他就眼位就厚得不得了了。所以他现在呢，他要接牢，他不给你跟他打劫。对，来，那么一接牢呢，黑棋可不能接这个，一接牢他就接牢这个，他的眼位一大堆。对，所以就必须认真的打劫。183，靠这个。84，嗯，你总要走这个了。86，他又提回去。提回去之后呢，好像已经没了。对，这个棋一提劫了之后啊，没了。嗯，那么我们就要想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嗯，其实说句白话很简单，就这个棋啊，实际上呢，由于包含着这个冲接牢，也就换句话说，人家提这个啊是先手，嗯，你还要补呢。对，补了之后呢，这块棋黑棋的整个大龙还不至于出问题啊。嗯，但是呢，也要当心点。对，你并不是那么厚的。所以这盘棋啊，应该说下的还是蛮精彩的啊，应该是这个意思。下到这里，啊，嗯，就是当下到这个题的时候啊，范廷钰果断的认输啊，没有再继续了，没有再继续下去。对，再继续下去呢，这个棋也不好下。对，你就是这个劫如果打不赢，你如果算你接上这个，人家就算接这个，其实人家还能走这个。对，对吧，这样更狠一点。你还得后手把这个接上，你还要把这个接上，然后他顺便再搜刮你一下。对，接着呢，逼你做眼，再要求你做这个眼。嗯，白棋呢，现在已经什么棋它都是通的，这头将来还能够收官子。对，这棋呢，很明显，这空啊，我觉得不要点了。没错，这地方你的眼做起来还得好好做的啊。嗯，这如果说单从这儿做眼的话，还挺困难的。你单立这个的话。我还真没看清楚这个眼到底应该怎么做。对，单立这个可能他走这儿吧，就算立一个，然后他靠在脚上，你靠在脚上，他团住，他可以团一个，这还没活团住呢。你接牢呢，他是走这个。嗯，但是呢，我也有一点变化，我可以是不是可以走在这里，可以搬那儿，走在这里我还有搬那儿，我打吃一下。哦，对对，扑打吃，他接牢算被他眼了。我要扑你。嗯，是吧，棋。嗯，当然这个地方也不见得一定行啊，再走啊有点危险，我自己也不活了。嗯，自己也变打劫活了。是的，
那么这个图也不见得行，所以它很有可能。大概活还是能活，就是、基本上黑棋啊，眼位大概活能活出来。活棋没问题，但是。这个脚上木薯也损失很惨重，太痛苦了。嗯，他就等于是照正常的话，咱们就算走成这样吧。人家可以走这个，你走这个，他就算打吃一个就算打吃，解牢这一头还被人家冲，解牢，你这个地方还得被迫的接，然后这一头呢，人家呢是走的是这个。嗯，你好像也就是走在这种地方的意思啊。嗯，反正基本上木薯都要缩到那一些。要缩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其实里边还要补一补。嗯，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亩，这个才三十亩，三一三二就算三三，基本上三十三四亩起，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嗯，这个棋白棋的空啊，它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五二十六，嗯，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已经三十一了。那还没数上面呢？上边没数，这个地方没数，这个地方还没数，空都不够。所以呢，现在这个场合下呢，就是范廷玉果断的认输呢，是应该是对的。嗯，不管怎么着，崔泽汉，就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翻了本了。因为崔泽汉呢，在此之前我们也知道，跟陈耀烨的这个中韩天元对抗啊，他是输得比较惨，对，零比二，而且呢，这棋输得非常郁闷。他据说是输完了之后啊，一日三餐三顿饭都没有吃啊，可见真的是输的是有点伤了。其实那盘棋呢，那两盘棋呢，是走到哪里被陈耀烨吃到哪里，欺负到哪里，欺负到哪里啊？对，就是活生生的被人家欺负。就是陈耀烨发挥了这个非常强大的战斗力。嗯，是的。就是崔泽汉的战斗力本身也很强，但是他呢，陈耀烨呢毫无惧色。嗯，在这个中韩天元的这个决战当中呢，就是狠狠地把你二比零切掉。没错。而且切的内容非常惨。嗯。因为这个棋手啊，他都是要讲，就是要给这个后人啊留下一张精彩的棋谱。对。对吧？现在你留的这个棋谱啊很差，这个内容呢很差，被人家呢下的又很窝火，他关键是很窝火。对，然后棋下的不好呢，不出色，下的不舒服的时候，自己就觉得不舒服。对，用国家队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呢，整个这个棋谱呢就是一张蹂躏图，那就很惨了。哎，如果说这棋呢说哎双方势均力敌，哎人家后半盘发挥的出色，对，那赢了你的那还好过一点。对，但是那个下法呢输法呢实在是有点惨。没错。那不管怎么说呢，今天这盘棋可以说是救西安曲江于水火之中，因为西安曲江现在刚才华老师说已经比较危险了哈。他非常需要分数了。因为他现在是倒数第三。西安曲江，上海，上海移动通信，对，和平美神马，这个三个队呢，现在是倒数第三。对，那个平美呢，因为是可能是分数比较低的，八分，就是说倒数第一。那么上海队跟西安曲江队呢，还是差距比较小的。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再加上呢，因为这个天元战打得又不好啊，我想西安曲江队一定也是心里边揣着一块石头啊，心里边是很不放心。就是这个主将这么请来了之后，到底他会下成怎么样呢？对不对？很不放心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不管怎么着，崔泽汉呢，说明他就是应该这么说啊，小秋，职业棋手，特别是强大的职业棋手，一定是什么呢？善于养伤。一定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哈。对了，因为他本身他是有实力的。对，但是如果说你心情不好或者说状态不好，这前面输了棋了，这情绪受到影响，一下子这后面棋又下不好了，那就麻烦了。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碰见上一个循环
刚刚战胜过他的年轻的孩子。对，在崔特汗面前，范廷钰毫无疑问是个孩子。没错，非常小，才十五岁。哎、才十五岁，十五岁的孩子啊，在你跟前一坐，最后棋又下不过，你想想看这个味道，对不对？从棋盘上棋是下不过，但不管怎么着，这盘棋崔特汗呢、啊，总体来说下的还是蛮流畅的。对，很出色。总体来说，最后的结果呢？你看，我们数出的空来，黑棋竟然只有三十几目。对。差距很大，因为对吧、就总体来说黑棋一直处于在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它不会动，动不了，想动也动不成，没错。比较所以总体来说，像包括像这种纸还长一下、对，其实都是下得很厚。是的，好吗？那么这盘棋呢，因为还有这个围甲联赛呢，经历首级杯的围甲联赛，其他的这个棋呢还也很精彩，非常精彩。那么所以我们这盘棋呢先介绍到这里，我们休整一下，待会儿见。好，一会儿见。